网红琳达乐，过去因模仿艺人鹿晗而走红，累积了600多万名粉丝追踪，如今靠着直播赚了不少钱。近日就有网友好奇询问他的收入是多少，琳达乐当场秀出账户余额，透露里面只有32万人民币，真的没什么钱。不过他也坦言，过去7个月大约赚了人民币3500万，并在直播中证实买下了1100万的房子、600万的办公室，以及1台277万的新车，花钱毫不手软的举动遭到网友质疑，红了就变得自大。对此，琳达乐直言自己23岁，一个月赚500万，要是外人站在自己的位置，会比自己更自大。他直播片段曝光后，引来不少网友惊讶表示，感觉他赚的钱比鹿晗今年赚的还多，难怪大家都想当网红。不过有网友力挺琳达乐，认为他口才好，抗压性强，也很努力经营直播事业，因此成功并非偶然呢。